狗哥，在你的心里，你觉得我们这一轮能排第几名？我客观的讲，作恶忘义，帅。你问咖喱吧，你觉得这是哪一个联盟是必定要走人的？我想一下，就我觉得除了我们都有可能。哦，有没有？你看人家就是咖喱说的，咖喱说的。我们三个人正好在三个年龄段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影响这个，我觉得三个年龄段的人去用我们自己的话去告诉他们，所以我觉得蛮好的。对我来说，人世间其实蛮沉重的，就是代表了很多的悲欢离合，比较无奈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改变，但是你的生活还是在继续的，你还是需要说不停地往前走。人世间嘛，你的悲伤可能会大过于你的快乐，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，只要这个世界还有光，就该努力地去面对更好的未来吧。这一次的创作，我并没有去刻意讲自己的故事，我讲的是我跟这个环境跟世界的连结，有点是讲这一层比较大的一个东西，而不是去讲好像个人怎么样。对，去那遥不可及的远方，只要这个世界还有光，宝贝大联盟，我们来了。